喂，啊，可以说我吗？就我没有什么绝活，就我你会哇，好像你会一个打四个吗？点心。来吧，还是我们的多多多先来表演吧。多多先来表演我们的点心，先模仿。这个貌似都会吧？难的，你再打一下，要很快的那种。你会吗？对。都会啊！乱了乱了乱了，慢点打，乱打乱打。比我更快，比我打枪这个活儿，我跟你说，打枪这个活儿，你俩可能没有俺们现场的兄弟们打得好。现场的兄弟们估计都成天打，你像我是天天都打，一天不打我都难受，我都。感觉自己打枪好了，兄弟们绿帽子表情给大家走一走来。好的，来吧，我们这个点心模仿完毕了，多多你来模仿点心吧，点心，你来给他出一个题目。完蛋了，真要命！来，就是玩想做手贱，但是没有手贱。没手贱，你可以换一个呀。换一个，换一个那就软度了。我本来想做这个。可以，来吧，来个软度啊。兄弟们，抓紧时间投票啊！不要光看节目，记得把你的票给投出来。喜欢哪个队伍呢？把你的队伍把你的票数给投一投，好。我们光阴之队伍现在落后的比较多啊！兄弟们，抓紧时间加油，帮个忙投投票来！哎，来吧。请主播注意一下你的言辞，你貌似没有那个功能。啊，咱们这官方活动，主播说话的都注意一下的好吧？天天我这功夫第一喷的，我来主持，我特别的注意了，我都。加油，没有事，相信你自己。对，往后撤。哎呀，哎呀，可以啊，可以的，不过是人家压的比较狠而已，压的不狠，你的压的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，小恭喜两美女模仿成功啊！兄弟们点一下关注，点直播室的来勾，感谢。恭喜我们的大长腿队伍又获得一分，现在是1-2，高颜值队伍对大长腿队，哎，这个1-2。